抱歉，抱歉。你又发什么疯？你说我发什么疯？可银行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敢做不敢当，背着我劈腿劈到了我的下属。你当我季炫丽好欺负是吧？可气！季炫丽，你在说什么？装傻是吧？敢说这个照片里的人不是你，还是说这个照片它就是假的？你情愿相信这些照片，都不愿意相信我。我只相信事实。我推开他了，我推开他是事实，你相信吗？没有证凭实据，我凭什么相信啊？你需要证据是吗？既然你要证据，那我证明给你看看。你好好看着，是你面前的事实可信，还是照片可信？要的就是这个劲儿，就算全世界都在与你为敌，全世界都在嚷嚷着你们不信任彼此，你们不适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其他的人再好，其他的道理再对，他都依然只想要跟你在一起，你也只想要跟他一起做件傻事儿。这些都是樊若晨送你的吗？他也真够喜欢你的。明明背我的时候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却还能撑到外面给你买纪念品。你也真够可以的，一分钱不花照样能拿到纪念品。你脚好点了吗？还疼不疼啊？本来就没什么大事儿。就是借此机会跟樊总套套近乎。嗯，你知道背你这么大的人下山有多危险吗？他本来就长期坐办公室，体质就不好，他现在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这关你什么事儿？这也是我跟樊总的事儿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指点点？还是你根本就是嫉妒我能够大大方方的向樊总表明爱意，而你只能站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的喜欢他？如果我说我是呢？什么？如果我说我就是嫉妒你，我就是那种只能在阴暗角落偷偷摸摸注视你们的那种人。如果我承认的话，你是不是就能放弃你那点喜欢？疯了疯了，绚丽，你这不是在谈恋爱，简直就是发神经病啊！你怎么跟史维聪那个不开窍的一模一样？这正常人谈不了恋爱，谈恋爱都是不正常的这种感觉。我跟葛一涵相处起来，要是跟史维聪没区别的话，我费那么大功夫干嘛？我直接跟史维聪谈恋爱。我怎么想一想，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等，别吵着樊总，用这个。樊总不舒服，先睡着了。我怕他半夜发烧，我就把他房卡要过来了。我寻思回来的时候顺道看看他。那正好你在这儿，你就帮我进去看看。要是没事的话，你再走啊。这红花油给你吧，你帮我给他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不是我这太困了，累死了，我得回去睡觉了。正好我给他买的膏药，你也一块儿给他拿进去了啊。走了，我得跟我一起走。哎，何贝。
樊若晨表现得太强大了，以至于我经常会忘记，其实他跟我一样，有一个缺失的童年。我们都是孤单长大的人，他要把我的童年一点点弥补回来，应该是我们一起努力，把缺失的过去一点点弥补回来才是。